很难停车哎，只能停在 JC Park 停车场。有三种价位。三种，我们车灯上红色的就是我们前一个价位所没有的。那我们929开始有一个和牛，那我们988的话是有三种。那其中又有我们的牛舌、冷人虾，还有我们的红烧肉是比较热门的。那再往988的左下角看，有我们的加价99元，会有我们的猪小排、小生日鸡干贝跟我们沙瓦，还有生啤酒。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猪小排缺货，所以就以后先让牛去做来替。那可以看一下今天想要吃什么价位的？988吗？Up to you. I have no idea about it. 第一轮先点肉类，那第二轮再点海鲜以及饮料。那饮料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就是可以点进去调整它的最大分数。那这边的话是可以调整甜度跟配料的。那如果都不能点的话，它就是固定不能调整点。哇塞，它这个牛就有超过十种哎，所以它大家一次只能点十种，所以我们还没点完。这是横膈膜、牛舌，哎，牛舌、香撞牛小排，牛舌有两种哦。没有啊，牛舌最大。哦，这是小米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叫小米龙。这是澳洲 M9 和牛，这个是美国 Prime 双酱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牛背煎，然后这个又是熟成，可能板腱吧。然后这个是带骨牛小排，还有这个叫做乐眼 ribeye， 安格斯板腱，牛五花。这个是奶油角切，嗯，那这个是什么啊？牛肋条，羊肉，孜然羊小排。我觉得它的烤网没有很好烤，就是火太大的时候，你上次在烤的时候手会烫，然后它又很黏，就是会粘。然后呢，如果火太小的话又烤不熟，觉得它的那个设备没有很好。也是很好吃的松板猪，还有懒人可以点的已经剥壳的虾。它最特别的就是它可以定制这种手摇饮，哎，那你选的糖度跟冰都正常。调整。吃肉一定会看，记得一定要拿这种生菜，然后呢，把肉夹进去包着吃，这样才可以吃很多很多哟。我觉得它的牛肉都没有很让人惊艳，松板猪是还不错，然后喜欢吃羊肉的人也说羊还可以。那饮料呢，根本就是想要让人家变饱的嘛。